而陆毅也赶上了父亲接班车，想拼个热度，主动晒出了从未曝光的二女儿的照片，其效果也真的是惊呆小伙伴喽。陆毅大哥，你确定这照片不是 PS 的吗？遮住身高不看，贝尔和贝尔妹妹的脸简直就是复制粘贴的呀。其实人类已经不能够阻止一家四口长得越来越像了。在陆毅和鲍蕾被暂时哥俩好之后，贝尔和迷你版的贝尔势必也会沿着爸妈的脚步越长越像的，也许将来大家会分不清楚他们一家人到底谁是谁呀。